哎，大家好，这里是 Shinix 继续为大家带来《Dark Souls 3》的游戏开荒视频。上期呢是来到了新的一个地方，叫什么？深髓教堂。可以看是有两个萤火，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是比较深入了。但是呢，我觉得之前的这边这个火炬陨石路，我觉得还是有没有探索完成的东西。我估计这期可能会在我们做完了。在我们这个战火之城的对话之后，可能会去探索一下。这样，我们先升级吧，我估计现在是有一些经验值，但是正好够升两级。那可现在是40级了，升一级也要将近1万的经验值。我估计我可能会去找那边那个把我们什么真正力量牵引出来的那个人，哎，可能是让他去帮我们。可能是让他帮我们去升一升，就是欠一些力量吧。感觉上现在等于是你升一级，可以是相当于是白挣1万经验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不太清楚这边你这个牵引力量，应该是只能牵一次啊，不太清楚这个是它是怎么算的。就说你下一次牵引的话是有什么条件？所以说现在我觉得你要是一直不牵引的话，可能我怕到后期就是没有机会了。像现在牵引什么？我估计就是牵敏捷吧，敏捷可能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输出手段。其他东西都20，我估计是差不多了。血可能是。As I have said, alas, but perhaps I'm a little wee pill for those. 血，我觉得暂 Be safe. 时够用啊。总之是敌人的攻击力还不是很高，等我觉得差不多敌人的攻击力有点威胁的时候，再考虑升血。现在呢，估计就是一直升攻击力就可以了。之前升了一些装备重量上限，所以说我们的护甲应该是可以换成一些比较稍微重一些的。但好像这个亡命骑士铠甲算是防御性能不错啊，没有必要换。这个是从3.1变到了5.0，感觉像性价比不是很好的样子。北方的好像也不是很好，发现这个亡命骑士的还是挺不错的，可能这个好像是北方的，能到正好到70。那这还是不错的，其他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需要？好像是没有什么需要更改的。武器呢，这个短刀，尤其是短刀，我不太喜欢，太短了，攻击距离。其他东西应该先暂时这个样子。说话都跟大家对一下话，看看有没有 Oh, 什么 hello, 新 and 的，you can keep us. 什么新的东西。这边应该是没有新的东西卖的，应该是没有的。Good. Ah, just good, wasn't he? 看一下这边，Andre 他星矢大碎片还是没有。光辉星矢我们现在有4个，可以考虑升一升了。或者说升。是经验值不够啊，升盾呢？可能升盾应该算是升完武器后再去考虑升盾，应该是。这个要光辉星矢。元素瓶我记得是有2个吧，至少是2个，还有吗？应该是没了。现在是有9个血瓶儿，我觉得分配一个魔法瓶吧。Oh, by the way, if you find any S, they can be without those and they'll weapons and but when use a powder. 这样好像他也是没有什么新的对话。啊，这些商人我觉得应该都是没有什么新的对话的。但你之前我获得一个咒术书，我可以给你。Yes. 强化咒术之火，
一直是没有用，因为我们是没有机空格。火球弹，爆炸火球。这个图标很新，这个名字也很新。火球弹我不太清楚啊，应该就是火球跟大火球吧？我记得原版，不是原版，就是原来是这么翻译的吗？英文版是火球跟可以翻译成大火球，总之这是应该是升级版，爆炸火球没有见过，投掷会爆炸火球。这个图标看着有点像火焰之羽，喷射火焰引燃烈火，应该是升级版我猜。毒物倒是不错，对付一些非常恶心的敌人呢，可以是用来耗血，而且现在是消耗 FP。 剧烈油汗什么东西，提升抵抗力。就说我用油汗的时候要中了火，我会被点着吗？这个毒物要什么？要十点的。哎，怎么回去？好奇怪，回不去了。信仰，我觉得这个毒跟信仰有点联系不上。购买道具是没有新的东西买。Do not think of。像现在给我感觉是三代中升级是好像每集要的经验值比较多啊，总之感觉上升级比较慢似的。你好像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You know, I would be with it, but if I had a divine. 另外，我之前在那边活祭品之路，好像有两个 NPC， 当时他们也是消失了。那些人在哪里呢？他们是回来了吗？还是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Gaining admission to the Liege inside their keep.Snuffing out the flames of three altars. 这边也是写有三个祭坛、啊。这个人也是一直在说，所以我猜应该是这边这个要塞，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错。所以说肯定是我们 miss 什么东西，直接是跑到那边的什么那个教堂的地方去了。应该是我没有记错。Now in fact, come on. 你应该是没有什么新的对话。可以跟你去看一下你的灵魂。之前杀了一个法师 boss， 结晶老者，估计都是给一些结晶降薄，可能就是一个结晶版的一个。这个法术我记得二代中有，感觉不是很好，就是一个 AOE， 但是伤害太分散了。但是是一个结晶版的，别的呢？一把刺剑，这个倒是不错。看一下，55的物理加成跟82，不是加成，是55的基础物理攻击跟82的魔法攻击，是一个智力加成 C 的武器，可能是对我们来说不太好啊。但觉得肯应该是比这个要好，这要18的智力才能使。准备攻击后接续的普通攻击，什么意思？可以在后跃时进行奇袭，重攻击可以连续攻击，完全没有读懂。我估计就换这个吧，也是不要钱，而且我们也是可以拿。Knowest thou of five throw the fast a reenact?So it is. I may be, but now. 他也是没有什么别的对话，感觉上好像不太像二代吧，或者说是没有二代中的 NPC 那么多吧。二中感觉很多 NPC 在推进了一些 BOSS 剧情什么的，他们都会去出现一些新的对话之类的，或者说是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的 NPC 之类的。这个楼顶这层会有 NPC 吗？感觉很奇怪，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些网也是。
真是好像是还没一个王都没有见到啊，除了那个还在的王。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老者的剑，是刺剑。还算是比较标准刺剑的，重攻击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另外，我怎么多了一个？这个剑好像会能增加掉宝率啊，好像写着提升装备者的寻宝能力。哇，这加了100点，加了111，到了212，到了100，为什么多了一点？这个剑倒是。还是不错，战绩的话，战绩的话等于是现在是类似于是准备攻击，轻攻击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重攻击的话，这个看上去还是很炫的。我在想的是那把叫什么理查德的刺剑吗？我们会不会遇见？到时候可能是他的战绩，我也是很期待。比较炫，虽然说是没怎么用过吧，主要是可以看刺剑也是耐久度比较低，这个只有40，加上攻击频率很快，我估计打着打着就打光了。这个可能是不太会使啊，毕竟是加成太差了。总之是看一看吧。这样呢，我们在出发之前先把乱七八糟的武器整理一下，没有用的东西都给它搁进去。这个杖我估计也是没有用，其他的呢没有用的盾估计也都搁进去吧。我估计先这个样子了，短时间内可能是不会传令者亡命骑士的，可能可以留着。其实我现在应该是亡命骑士这套应该是最就是性价比最好的，我估计就我估计就一直就只带他的吧。头盔稍微留一个，可能是留一个，肯定是没有，算了，没有必要，都存进来吧。不死人骨灰有吗？没有。先看一下这个结晶长老者，应该是最后的萤火，这应该是之前那个萤火。这样我们回想一下那边。那只狗呢？把你杀死了。等于是前面那个类似于是一个遗迹的建筑，好像就是打最那边那个结晶长老那个 boss 的地方。感觉上我记得应该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好像。已经算是探索完了，就是差那边有一个黑骑士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当时我就觉得太难，没有走了。应该是那个地方吧。所以说，没刺的结果没有刺到，叫我们这么走吧。这是还以为是 NPC 呢，结果不是。
另外我才发现我们现在是还是又是变成了活人状态啊，比较恢复一下耐力。我天哪，加个血吧。前面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个疯子吧，手机错了吗？没记错啊，就在那边。现在这个蘑菇过来，我想是因为蘑菇要打两才能打死。不好，不播了。哎，这招没法防，好吧。太甜了，又一个钢体的攻击打不断。好吧，打的不是很有耐心啊，费了很多血。这样前面是五瓶血打一个黑骑士。我估计就只能是打背刺了吧。伤害好低啊。他攻击力实在是太高了，中招我就得加血。看来背刺基本上不太能刺成功。这边写的是不能从这一侧打开，之前感觉上那么难打可能是因为处于一个死人状态吧，所以说血没有那么多，这也是没有办法。不太清楚这个黑骑士会不会重生啊，要是的话可能是。那黑骑士我是对他的盾倒是比较感兴趣，记得起码一代中二代中是没有黑骑士的吧，我没有在我二代中总是没有这个挂，但是有他的一些好像叫老黑骑士还是什么佣兵一套。黑骑士盾应该是不好，其实盾应该是抗火非常非常好的一把盾。这个东西都是 12.2， 我的这个是 12.6，稍微重一些，就是看一下外貌，肯定是换不下去，因为我现在套装是正好是卡的70的，这个倒是轻一点，但是效果也是差一点。哇，这么多血。成功了，佣兵对刀应该跟之前那个短刀差不多，敏捷武器 C 加成，回旋斩。这是弯刀吗？曲剑啊，就是曲剑，应该就是弯刀吧。看一下战绩，只能这么打吗？写的是4，然后有个12，写的是重攻击，
就是先打一个轻攻击，然后再上重攻击，是这个样子。嗯，挺有意思，但是不小心把我的这个魔法都废了，废了。法兰余烬，这个是给我们到时候给我们的，哎，这是什么？你说这边没有东西了，没有，没法儿。我一直以为是这边会把我们带到那边那个法兰的地方，比如说这边可能还不太一样。是这个要塞吗？说是这个地方看着像个要塞，这边也是不能从这一侧打开。这也就是说，应该是没有其他道路，并没有说是 miss 什么。我之前只是 miss 了这个，等于这个余烬，这个应该像是一代中给我们 Andrew 应该是一代中他在那边那个桥下面的那个铁匠。一代中的第一个余烬应该是想获得的话，我记得好像是能打月光蝶给那个余烬，然后是给谁呢？是忘记，好像就是给他吧。但当时又不叫法兰余烬，记不太清了。我被入侵了，因为现在没法使萤火，还是说什么别的原因？有雾门吗？为什么没法？是因为有怪？这是这边。我只想先离开这个区域，然后再回来，看能不能再使这个萤火。哎，这回是可以了。不清楚什么原因，刚才很奇怪。我们先回到祭祀场吧。Is good, wasn't he? 交出余烬。Oh my, this coal is from the Undead Legion, used to forge the weapons of Farron's Abyss Watchers. A fine prize. I'm honored to be endued with it. Now I'll be equipped to infuse special gems. Praise the gods, hey? Time to put this brawn to use.哎，这样应该是变质武器是可以变质更多了吧？看一下，厚重宝石、锋利宝石，应该就是把香。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只是实际上是变低了，等于是这两个宝石应该是一个是变成力量加成，一个是变成敏捷加成，但是相应的它会把。这个倒是比较有意思，厚重宝石直接把敏捷的加成变没了，然后力量加成变成了 C， 这边锋利宝石是把敏捷加成提到了 B， 力量加成降到了 E， 并没有变没。熟练宝石等于是都是增加一下，这个现在看上去可能是伤害会稍微高一些，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武器只加了3，要是假如说加多了以后，应该是提升可能会更。就是没有用熟练宝石，可能现在我的属性还是不够啊。粗制宝石应该是这只原来有的，火焰宝石还有毒宝石。这两个厚重跟锋利宝石应该是等于是三代中新加入的，可能对某些特定武器来说效果会非常好。现在我由于是开荒不太清楚，我估计我就不随便改了。虽然是还能再改回来，但是也要花钱什么的。强化的话还是没有大碎片。我估计就是这样子了。这样现在能走的就是前边的那
我们直接走到那个什么教堂那个位置啊。那很奇怪，之前我通过 NPC 的一些乱七八糟对话，我都是一直以为是先到法兰要塞再到这个教堂，结果现在是反过来的，应该是这个小教会。开花绿花草可以大幅提升精力恢复，但这边有些门，这些门是能开开的吗？不能从这边开开。那边呢？这边不能开。哦，这有东西，荆棘软鞭，这是能流血的那个鞭子吧？流血是33，战绩是痛击，我记得之前的之前的一个鞭子好像也是有过，是相同的战绩。感觉咋好像是打的有点慢吗？可能是我的错觉啊。不过无所谓了，再把魔加回来。好像刷出了一些留言什么的，看一下，这是有进入的预感器，不过前面需要远路。这样应该是保险起见，我再绕一圈。这个教堂我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仔细看。刚才那个鞭子也是直接立掉了，应该是房顶上有什么东西吗？房顶没有，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那儿有个东西，不过应该是我们这么捡不了的。你说现在这回我直接先把你杀死。现在能走的就等于是上面那个类似于是生化危机里面那个墓地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是从那边那个地方跳下来。我觉得我先走那个墓地吧，跳下去的话又是回不来了。我估计可能是那个墓地，你走走也能走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七色石不太够了。省着点用吧，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够用的。哇，这还会呕吐。哎，这原来是肉搏攻击啊，怎么现在改呕吐了？那个人好像一直不理我啊，不理我的话我先把这些人打掉。一个给多少经验值？不给经验值，啊，给22。这是又复活了吗？好像又复活了。有时候这个地方还不能久待。那这就没有办法了，我估计就只能冲了。但好像他们又不是非常的，不是非常有进攻性啊。刚给我磕头干嘛？我
看现在我看那个地方好像是能跳进去那个地方吧。哦，那是什么东西？感觉上这两个地方能给我们带去的，就这两条道路啊，能给我们带去的地方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走这上面吧。嗯，两条路，走这边。哎，怎么锁不上？好像锁不上，就是说明他不会打我。亚斯特拉大剑，感觉上似曾相识似的，是一把特大剑啊！战地是突刺。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使，哎，好像是比较有意思，好像打他之前这个尸体是，哎，这个人好像就不太对。这尸体是颜色会变吗？哎，天哪，有没有看见？这个颜色会变是因为它呕吐了，还是跟它又变了？无所谓了，这样好像是绕一圈绕回来了，是吧？就这边这条路其实一开始可以走的，但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啊。这样没有关系，我们接着走吧。这个大剑现在只是拿在手上嘛，感觉上还可以。这是哪儿呢？我们是这么走，然后这是来的道路，来的应该是这么来的。这个下面又是哪里呢？大家没有升攻击力啊，攻击力好低。哎，好像有人带流血，这是什么情况？我的流血为什么一直在涨呢？这是哦，我身上原来是有区域，好吧。天，还好掉血不是很多，但是还在涨，现在不涨了。那边看着一个长相很奇怪的敌人，哇，这是蛆吗？前面是一个蛆。好，攻击有点低啊，我还是把武器换回来吧。像攻击力也不高不到哪儿去，可能这些怪的防御力可能是高一些。像这边可以走，
这边好像是我之前看到那个地区吧？我有没有扔石头呢？之前我们在上面走的时候是看见下面有这么一条路，不太清楚有没有扔石头。哇！这，我直接跟你们血拼了。天，这身上这堆蛆真的是很恶心，滚也滚不掉。滚翻滚有用吗？不太清楚。像这条道路，可能是你要是实路的话，可能这么走会更快一些。然后下边的道路应该会把我们完全带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先探索上面吧，下边的话等于是到时候从萤火再走过来，应该是没有问题。这边这个墓地呢，我是不太说实话不太清楚有没有秘密什么东西。哎，这个。感觉上应该是没有吧。哎，刚才是什么情况？刚才怎么那边突然晃了一下？这是我花眼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好奇怪啊。应该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秘密什么东西了。我们可以是过前面那座桥往右转，从而是继续探索了。比较混乱，尤其是敌人会刷新什么的。我现在前面这个地方应该好像还是会刷新啊，还好是攻击力不高。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天哪，会变色儿还是？这个双持有点狠，好像没有钢体。没有耐力了，想要恢复一下。守墓人应该是他叫守墓人，那个人是在睡觉吗？啊，在睡觉，可能被刺了，被刺。像，我觉得这个人哎，不好意思啊，好像他们就是防御力很高啊，但是那个还是之前那个巨人吗？哎，这什么情况？怎么打到墙上又弹起来了？不死人遗骨应该是能让我们的萤火元素瓶加到加二吧。
将这边啊，正好有个人，先把这种，哇，好危险啊！我不太清楚是不是相同的人打过来的，好像是那个塔，看看在远处能稍微看见那个塔。目前是没有朝我们发射，但是还是又出血了。天，这个是要滚吗？要滚才能掉下去？怎么还在有效果？是因为我踩在了什么不该踩的东西上面吗？所以他们都过来了。啊，现在在捡啊，不太清楚。也就是说，下面没有探索，这边这个平台应该都是已经探索完了。我猜应该是相同的那个巨人射过来的。比如说我们身上带了一个什么，是好像什么友情的证明之类的东西，他不会射我们，但是旁边那些怪也是一直在射，帮着我们射，这还是不错的。这儿有些血迹啊，有两条道可以走，我们先走这边吧。前有近路，这是我比较喜欢看到的。地板鼓起来一块，看看是不是机关。抗咒大盾，哇，这个为什么看着有点像二代中那个叫什么 Pursuer， 叫追踪者，不对，感觉有点像武器战技，是战技，是武器战技，是一把大盾吗？也就是说这个大盾可以放武器战盾，武器的战技，这个还是不错的。毕竟大盾是平常就是不能招架吧，大盾要是能放武器战技感觉还是不错的。34力量有点太高了。这是这么长的一个梯子，这到哪儿了呢？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印象啊。这是跑下边来了。这都有钢铁吗？有钢铁。人起来，现在是沾了一堆蛆啊，还是赶紧滚一滚。弃尸的灵魂，那边来了一个水晶蜥蜴还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在想，是赶紧回到我们的啊，这边是来回到教堂了。有说，也说是现在是有去无回了。但是我觉得考虑到这期时间是稍微有点超，再加上我们的血瓶是没了，我估计就直接回来吧，把血在萤火处修一下，把血瓶加满。下一期呢，我估计我们直接是走另外一条道路。之前我们走的是上边，这回呢，我们从那个地方下去，走下边，同时再探索一下。这期由于是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也是下期喜欢，这样我们下期见。